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平镇的平溪国小电梯室访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客厅的位置，现在看过去是玄关。这里是客厅。这里是他的和室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客厅。我们先来看他的次卧。现在回到客厅，先来看一下他的厨房。这里是后阳台。现在回到厨房，再回到走道。这间是次卧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走道。来看一下它的共用卫浴间，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主卧。好，现在是主卧的卫浴间。那我们现在回到客厅。